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靴子被泼过一次的人要干什么？吓我一跳。这个到时候晚上接近景啊，到时候喝点温水就行。接近景肯定是看着他喝，就是稍微侧了点，杯子侧过来点，看着他。是。靴子就是，你要不就是你少来这些就是台盘桌以外的东西，是对你少给我来这些以外的。口渴，好，停，停！我要吐水了。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动一下，